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、MeWe、Facebook 和 IG， 我会发放更多不同种类的玩具最新消息给大家，还有按下钟仔抢先看啦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是我力扣啊，我哋今日又嚟噶，即买即拍即开箱啦。喺开箱之前咧，我都有个少少嘅呼吁啊，因为我今日喺旺角啊 Ins 度行街嘅时候咧，就发觉到 Ins 门口咧有个狗主人咧，佢唔见咗只狗狗啊，喺度派传单啊，而主人喊得好犀利啊，所以我去了解完之后咧，就发觉到咧只狗狗咧就喺一个 Ins 附近唔见咗啦。咁所以如果大家见到呢只狗狗嘅话咧，可以联络翻呢个主人噶，希望佢哋早日可以团聚啦。咁好啦，講完呢、這個呼籲之後咧，我哋就嚟翻一個玩具開箱啦。咁我哋今日嘅即買即拍即開箱咧，就係呢只雲店嘅達菲塔呢只名將啊。咁呢個真係一個武士版嘅達菲塔啦，好鬼死型啊，同埋好大盒噶。咁今次咧我就唔喺雲店度買嘅，但我嘅入手價咧只係800蚊啫，比應該雲店可能仲平少少噶。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咧，其實我上個月咧都同觀眾咧一齊去排隊去買呢只名將噶。咁呢只咧就係曼達洛人啦。咁嗰陣時買都要成900蚊噶，咁同埋都比較細盒薄身嘅。而今次咧呢一隻嘅達菲塔咧係好厚身噶，大家可以睇到個分別啦。而個嘅價錢咧，我喺 Ins 度買啦，佢今次係即係800蚊啦。咁呢只咧都好似見到都特價咗噶啦，即係唔喺雲店買嘅時候。所以如果大家咧有興趣買呢個系列咧，都可以稍後一下去出面買會便宜一啲嘅。咁同埋我自己咧都有講過噶啦，佢依個系列咧好鬼抵死嘅。如果好似我咁樣咧玩開 Asset Trap， 但係咧又未買到去 Hot Toys 嘅階段咧，佢依個嘅價錢係中位價咧，當係800-900蚊，但係佢個質素係非常非常之高質嘅。咁依個咧就可以俾大家多一個選擇啦。咁好啦，我哋唔好講咁多，快啲嚟開箱睇下裡面係點啦。好啦，咁我哋360度咧睇下依只嘅達菲塔嘅武士版名將啦。哇，好鬼死有型嘅依個東瀛嘅風格。咁今次就叫做800蚊入手啦，咁都叫做 OK 嘅，因為而家啲 SHF 都老老實實都幾貴，400-500蚊。咁依只高質嘅話咧，我都對佢有信心嘅，因為上次開嗰只曼達洛人咧，哇，越開越興奮啊，的確。好厚身好大盒的原因咧，係因為佢有個底座俾我哋啦，咁就事不宜遲啦，就真係要打開佢，去同大家一齊開箱，就係依一下開箱嘅興奮。哇，真係有啲重量嘅呢個。嗱，佢係咁樣樣嘅設計嚟嘅，哇，好有型啊！哇，佢仲有個句子喺度㗎，點解佢做得咁鬼死靚㗎？唉，依啲嘢，係俾大家睇下先。簡單嘅說明書咧，就俾大家可以睇到啦。咁我哋仲需要去組裝佢個底座，佢有啲石喺度嘅，佢有個原力咁樣啦。嗱，咁樣去砌翻，好正啊！手方面咧，依度睇到啦，四對，亦都有個武士刀喺度啦。哇！我自己咧就覺得佢今次個包裝咧係 OK 嘅，係有一種華麗感喺度。咁而家咧就打開埋個膠盒咧，俾大家睇下啦。哇，好鬼有型啊！其實依個嘅達菲塔咧，我最中意佢之處咧，就係佢個面有爛面嘅，有戰損嘅，好鬼有型。跟住咧，佢把拉西巴紅色依把咧，佢就變咗一把好似刀嘅形態啦。咁我不如攞佢出嚟俾大家睇下先。係啦。其實一個紅色咁樣啦嘅達菲塔，嘿，佢專用嘅紅色嘅拉斯巴，但係就變咗把劍嘅，因為彎彎地，呢個都幾有特色嘅。係啦，跟住之後仲有個 effect 啦，
咁手方面咧，大家可以見到佢依一排嘅手嘅。咁我就要攞埋佢個箭選頭俾大家睇咗先。哇！佢依一個咧箭選咗嘅頭咧，係我自己好鬼中意噶。即係我覺得佢依個咧係好代表到佢啊！咦，佢依塊咧係少少嘅軟膠嚟噶，大家小心。我見到咧，佢依個位咧係少少愣住噶咋，因為係得兩邊左右噶咋。咁我覺得依度係值得要留意翻嘅。嗱，佢依個都係有箭選嘅。之後就要拿它的本體出來了，哇，好有型啊！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歡搭飛塔的，那後面呢就有這個的武士的勳章，是不是這樣說啊？還有那個頭那裡啦，是啦，那它這裡有個底托嘅，攞咗出嚟先。咁佢块布咧系一个比较硬身嘅，听唔到硬身嘅胶嚟嘅，即系唔会有飘逸嘅。但系佢个立体感都足嘅，系有少少翘翘地啦，同埋佢嗰个边位咧就系锯齿形啦。好，咁就剥埋呢啲。喺呢啲位出嚟先，嗱，依个位咧就系喐动嘅，依个位咧就应该系啱啱我所讲佢嗰个后视镜位啊，依个位我觉得系要需要特别小心嘅。OK， 嗱，依度呢啲喐下佢先，喐下啲手脚先。因為它是武士，所以它不會特別靈活的，因為它有些武士夾在這裡。那黑色呢，雖然你可能它看上去其實好像很平平無奇，但是其實它這些黑色的夾呢都突顯到的，有些燈打下去反光呢，其實都看得到它的仔細的。它用了一條紫色的腰帶啦，這裡有一點紫色，這個可以換的，咁我轉頭先換啦。咁我最緊要睇下佢啲手腳啊腳位。好，呢啲腳位 OK。嗱，其實依個咧係好穩陣嘅，你見我咁直擺落去嘅啫。好啦，下層咧就應該咧。是那個底座啦，咁底座都攞出嚟睇下先。哎，系啦，因為佢今次咧咁厚嘅原因咧，佢今次咁厚嘅原因咧就係依塊底座啦。佢依塊嘅底座咧係咁樣一 pat 嘅，咁依個咧就應該要啲耐性去砌翻出嚟嘅。系啦，咁但係整體上咧，哇！我都覺得好鬼死正，已經好啦。咁我哋咧就砌好嗰個地台啦，同埋擺下啲 pose 咧，去俾大家去睇下啦。哇，好有型，正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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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哇！依個音樂大家耳熟能詳啦，依個 Darth Vader 出場時候嘅音樂啊，咁首先咧就要同佢換咗隻手啦，原力佢嘅招牌動作啊，咁同埋咧我自己咧今次名將真係令到依個系列咧冇令到我失望過噶，咁就首先咧就插翻依個地台出嚟啦，咁依個地台咧個自由個組合度咧都好高嘅，大家可以見到有好多嘅石啦，咁同埋一啲膠條喺度啦，有長有短，咁所以咧。因應翻大家嘅場景啦，你哋可以咧自由去配搭嘅，因為佢個地台咧佢有好多窿窿位架，咁同埋咧唯一係個袍係比較硬身啲啦。佢下身呢個位咧，其實佢依啲夾咧其實都軟膠嚟嘅，嗰、那個
可以擺的可動性都 OK 的，即係唔會話好像之前隻卓樂咁樣咧，去圍住佢，令到佢咧擘大唔到啊，舉高唔到一個腳咁樣啦。咁依個係真係需要讚嘅，啲 detail 位真係做得幾好。雖然你見到黑色啦，但係我近鏡睇啦，咁我轉頭都會 close up 俾大家睇一睇嘅。咁咧地台依度就要。俾大家睇到啦，窿位係非常之多嘅，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去配搭唔同嘅嘢啦。咁例如咧，好似我咁樣啦，之前咧我就去咗依個屯門市廣場咧，係咪有個雲展嘅？咁佢嗰度咧有個遊戲玩啦，咁就鋪咗張相上去咧，佢就有個免費嘅發光地座噶，咁擺翻落去都得。你睇下，我完全唔需要技巧，就算抹開咗只腳咁樣一搭。都可以放下去的，那它这里呢搭上去呢它是会发光的，那所以趁住还有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啦，这个地台我觉得挺正的那也都近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啦，哦360度你想想我就算怎样放它那个平衡呢都做得很好的，即你想想我唔使話好辛苦，好校啱角度咧，佢都可以企得到喺度嘅，因為始終佢有翻個重量喺度啊嘛。咁大家可以睇下啦，哇！唔同角度嘅 Darth Vader 係咪自帶聲音嘅佢？可能我本身咧真係，我相信啦，中意 Star Wars 嘅人咧，對 Darth Vader 嘅喜愛咧都唔會少得去。变噶啦，咁好，咁我哋就快啲摆埋另一个姿势先，因为佢仲有个战选版嘅烂面样嘅，咁我哋咧就要摆埋出嚟俾大家睇下啦。Anakin is gone， 咁首先咧要换翻个头啦，同埋中间依个掣啦，咁好明显咧就系咧俾依个 Obi-Wan 咧对战嘅时候咧输咗，斩烂咗佢嗰度噶，我觉得有依度咧真系绝对。是要我買它的原因，很大的原因、啊、我覺得今次的還原度是真心是非常好的。另外呢我自己想提及一下呢，就是它換頭的時候呢、有少少麻煩的，剛剛開箱的時候呢都有說回它是不是有一個口水劍的，我這樣形容啦、它要摺回好個位置，同埋佢唔會同一般嘅 SX Sharp 咁樣啦，佢會有個波災位咔一聲嘅，佢係要慢慢對好個位置放落去嘅，咁依度咧，即因為啲膠唔同啊，所以就聽唔到撲嗰一聲啦嚇。OK， 咁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少少啦。咁仲有啦，咁今次咧仲要換埋佢嗰把其實係 lightsaber 啦，佢把劍啦，咁係紅色嘅，但係好得意喎，佢變咗火之神神樂嘅喎，佢有火嘅喎，依個超搞笑。咁我自己覺得啦，佢加埋咁樣個火之神神樂落去。是更加有呢個武士風格的，呢個我覺得是一個好事嚟嘅。咁同埋另外，噔噔擺翻幅圖喺度先。另外，佢會再出埋呢個 Obi-Wan 俾大家儲齊一套嘅，所以大家就要準備金錢啦。咁我亦都想近少少咧，咁樣俾大家睇下佢呢個爛面啦，係真係做得不錯嘅，呢個火之神神樂。嘅劍，再加個爛面樣，係真係，我覺得做得係真係一絕噶。雖然佢係比 SX Sharp 貴少少，但係佢真係值，係真心值。因為無論個尺寸高度啦，佢係高咗啦，而佢嘅 detail 度咧，亦都做翻俾你嘅。唉，力扣唔小心又開咗一條名將系列嘅坑啦！唉，恭喜我吧！好啦，咁我哋今次呢條片咧就去到依度啦。如果大家咧都中意我呢啲即買即拍即開箱嘅片，記得俾啲支持 like 同埋 share 翻條片，同埋記得訂閱翻我嘅頻道啊！同埋咧，我一至日咧都會11:00啦，或者11:30、12:00啦，大家都知噶啦。
都會同大家一齊打機嘅。咁到其時咧，大家觀眾們、朋友仔們咧就可以入嚟一齊去玩啦。咁我近來咧就玩緊依個 GTA 5啊，亦都係力扣未玩過嘅一隻 game， 而同好多觀眾一齊玩嘅互動係好開心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亦都可以夜晚可能十一點半後就睇下我直播，有興趣就 at 我嘅 PSN， 咁就一齊打機一齊玩啊！咁好啦，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